Hello， 车友们，好久没有见王老板了，有什么新货啊？每次来这个地方，像在回了80年代。王老板，你来了个，我来了。你是王老板，王老板，我拿一个，像不像个大猩猩？那样子嘞，高货，高货，真的、我咋不相信呢？每次在这儿收的几万块钱小精品比较偏多一点。对呀、哦哟，这个料子可以吗？跟之前小精品完全不一样。王老板的货必须得可以，打灯看，打灯还有惊喜是吧？看看灯，打灯，哇！哦哟，一灯爆。中纱料不是脱纱料啊，就是莫西纱的料子的话，它就是有特点的，它跟别的皮壳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达玛卡，它比较光滑一点，像这种的话，它是比较凸起来一点，就是说摸起来的话比较均匀一点。这个多好的，这个你我家来了还感谢，不要报价了，80万给你啊，这是卖价啊，就没有报价呀，今天80万给你的呀，哦，今天80万，今天我锤死你！这是不是还有别的业务？是不是还管按摩？哦妈！哎呀呀，我也开玩笑，静静点好不好？我去，65，这个地方还有一包色呢。对呀、我靠，好那个莫西沙，大家。莫西沙大家都知道吧，种水之王，像出高种水的话基本上都出自于莫西沙、但是莫西沙有一个弊端，就是说完棉，然后这种料子的话就是完棉的，种水的话不用担心，一定是正冰以上的一个种水，它都全部都是有表现的。后边这个地方被洗刷过了，你看这个厚度，一灯下去之后真的漂亮，像个大灯泡一样。着位的话小圈口的着位是有的，但是还得去搏它的一个裂，厚度的话是完整度是够的。好，去报价。你看到什么？你给我看的话，肯定越低越好，王老板，是吧？你看到希望，星星不落泪。80万、65万，尽量不要，好不好？50万给你。50万，你给我瞎扯，我可以整玻璃种了，知道吧？话说今天这个手有点重。哇！哇！你来了，我没有看到，现在看到了，哇！就对那。我刚相亲好的，漂亮吧？对啊，真的漂亮。我告诉你，这一个蛋面出来比你这个料子要贵好几倍呢，知道不？我告诉你，真的好的，崔友们，别看那东西小，有时候一个小精品出来能去扣几个这种蛋面的话，那都是价值不菲的。好的，内行人我们都是看种，但是外行人他就看裂，看能去做多少件之类的。只要种好的话，一个小精品出来都是很值钱的。像这个料子一样，做一个正冰的一个大牌出来的话，都是价值不菲的。就像做这种蛋面一样，两个蛋面加起来，哦哟，王老板，你还有什么值钱的料子？最高价多少？13吧。这都好的好的，我加一点。真的，我跟他谈19万的料子有点不习惯。哟，你还有好货，你深藏不露啊，要不然真的多整点好货，你也不至于住这种地方。你错整数吧，15万，确实不想放过这块料子。你看啊，压灯来看的话，整体的荧光感也是特别漂亮，说明里面内部的一个种水绝对是正冰打底的一个种水，黄物下边出高货嘛。最主要你看，它这有一包色，这包色还有的玩，很漂亮哦。干嘛？加一点，加一点。15，这是态度都不一样了，快给到位了。卖，睡觉好不好？你回家来了。谢谢，那你去跟我一块去公司拿钱吧，好吧？好吧，好多粉丝就说我每天拿那么多现金之后不怕被抢吗？那我现在不拿了，要不然我感觉不太好哈。走啊。